大家好，我是天师，这次要介绍《1001楼》数位的手游《忍斗格斗祭典》。那看来官方以后更新的模式都是会这样子贴啊，就是一个月寿星塞成一张图，然后放一个公告，然后之后每到生日的时候会一条一条加上去啊。好，十二月寿星摇滚夜，经任务阿加流生日快乐，来获得限定的鬼族公主头像哦。好，就是这一只哈、哦，这只粉色。粉色萝莉没有粉色哈，但是有桃不是。好了，那我们先看一下阿加流吧。阿加流在拥有权选手的话倒数第三个，因为他属于鬼族，是排序在最后面的。性别是女的，13岁小萝莉，生日12月5号，那身高是153公分，体重33公斤。你怎么知道他的体重的？我不知道。好。闲狂言的妖女啊，是个话很少的鬼族公主，在失去父亲及哥哥之后开始独立领导起烟尘，年纪虽小但似乎已经见惯杀戮场面，为了迫使自己成长而独自前来参赛。确实啊，他们那时候就在起烟尘杀过我们了啊。然后为什么你爸在这？好，那造型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基本的阿加流，很透，蓝色阿加流，你浅蓝色阿加流这个配色还蛮不错的，还有半透明感还不错。然后呢，裸体也不是，学校泳装阿加流，他故意还坐这边会晃，很非常色、哦、好，那这边的话看一下他技能的战斗风格，中远程 debuff 辅助型术士啊。但是我觉得 debuff 真的太强了，导致他其实可以自己 solo， 或者是说他自己 solo 打起来都比较顺畅一点。说真的，啊，主要的话就是技能一配奥义啊，那一乘六就是他普攻范围内呢，要射出去哦，大概一秒会有打到会有一秒晕眩哦，这个是很重要的技能啊。你只要打到这个话，基本上你二 G 二或是奥义要去接招都是很方便的。因为那晕眩远很强啊，然后呢，这边它是11×11的范围内，那个范围真的很大，3×3掉泥毁下来啊。那个如果说你一直盯着天上啊，它一旦出现泥毁在天上的时候，你马上闪是闪得掉的啊。啊，砸到的话就是加 CD3 啊，然后1×7的范围攻击，就类似孙氏奥大招啊，你打在前面的话就是在前面爆炸，爆炸的范围啊，成长5×5的范围啊。那如果是掉在这边的话，就是这边1、2，好，这样子框起来5×5大范围啊。好，那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讲都一样有的 buff 啊 ，debuff，CD 加3秒 ，CD 加3秒 ，CD 加3秒，你三招全中，对方 CD 会加9秒，这个真的很恐怖啊。然后这边呢，它会有增伤50%、啊，所以你基本上你不冲高奥义的话，你可以靠那个增伤50%再去接。G2G1 或是叫其他队友去收头啊，但是基本上是自己靠 G2G1 收掉啊，根本就不需要队友啊。好，我们来看阿加流的那个神器跟忍具，还有我的练度，5星12、12、11，练度都快练满了、啊，然后连神器忍具都要20了，难怪痛得要死啊。然后神器是他的鬼猛玉啊，他把鬼猛玉快碎掉鬼猛玉放在一个类似铁环的法杖里面让它飘啊，然后他的蝙蝠翅膀。对，为什么喜宴狂也会生下一个有蝙蝠翅膀的女儿呢？她妈妈也有蝙蝠翅膀，好棒！好，那这是她的忍具哦，所以她蝙蝠翅膀是可拆的吗？然后药箱是4等，喜欢的是巧克力棒棒，巧克力 Pocky。好，随便。我怎么真心觉得这应该要写一下名字啊，而不是连在查自己角色的时候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好。我们先来 PVP 模式，千人斩 ，Go。好，千人斩的部分啊，我们来到这边。首先呢、啊，11×11真的算是很大、啊。好，你看他这样 CD 加6秒，那你基本上只要等到6秒之后呢，你才会看到他丢那个前标啊。然后我的练度实在太强了，所以。那个奥义下去，他直接喷掉好了。
你也可以，我记得那个打在无敌上面也是可以直接加 CD 的。小心啊！我被灌了这个紫色泡泡。哎，紫色泡泡不是那个吗？是谁的？黑迷糊吗？哦，注意不要随便乱自秒啊！你看，刚刚就要打黑迷糊没打到。刚刚那个极限距离啊，你拖到上面去是可以挡住的。你记忆晕到之后呢，它是有大概一秒钟的时，你可以打下你的普攻啊。那当然，你距离越近的速度就越快、啊，越大、啊，不，就是越快打到敌人啊。这只有那个阿加柳木木莲是瞬发型的。阿加柳很伤，那个对那个什么技能型的选手很伤啊。然后大乱斗，大乱斗的话，对于射手来说都不太友善啊。你也可以把射程设定成为冲出去的第七格，哎，第七格吗？我记得奥义的射程没有比较长吧？哎，七格哎，奥义射程是七格哎，你敢信？守株待兔，不行。啊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不是灭城了，你爸爸哥哥不知道都去哪了，所以独自一个人来参赛吗？为什么你爸在哪？而且要家暴啦，家暴啦！你就这样子把你爸秒了，你爸好不容易回来、欸，好，我们这边的话是换拯救公主，阿加柳的拯救公主，该说强吗？还是不知道？至少他的东西可以这样子玩的、啊。我们打这个公主的城墙啊，敌对公主城墙是可以那个的，是可以直接触发爆炸的，而且爆炸范围都是固定的。你看，继二的无敌特别长啊！哎呀，找个一秒放的话，就可以直接那个了。你看啊，即使我在这边打，爆炸范围还是从这边算了。所以这个如果说你要熟悉阿加柳的话，这个点一定要注意了。公主虽然是四个碰撞点，但是它的爆炸范围受到攻击真正的位置，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。我们再试一次啊！哎，到底有没有一样？反正大概位置吧。ちょっとやりすぎたかな。好，魂飞魄散。阿加柳打魂飞魄散，他的那个加三秒 CD 的特性啊，比较适合给那个什么打玩家、啊，因为只有玩家才会放技能啊。然后他的泥毁可以很快打断敌人的药箱，然后他的奥义呢可以增加冲撞伤害。一技一可以晕眩，再一次。靠！我怎么跑去打？
为啥跑去瞄夜叉、啊？啊！前面为了刷神水用太快了，哎呦呦，无敌！注意敌方无敌啊！没技了，去吸毒好了。注意敌方有没有要冲到你面前？不过最高。好，魂飞魄散。ちょっとやりすぎたかな。好，绝命指令。绝命指令这模式可以来说是相当的快啊，因为基本上三条人命，噗噗噗就没了。没了，就这样没了。好，一边睡觉，顺便给大家看阿加尔怎么睡。你看就结束了，我前面杀太凶了。好，刚好多打一个怪奇之塔好了，刚好今天有怪奇任务，打一场。我目前楼层是532层啊。你看那个眼跑的特快。跟鬼一样，药箱马上回满了，恐怕他跑得特快啊，吓死我！很久没有打怪奇，必杀乳沟，我练功发自真心。好，你就看到这个减 CD 多强。好，再加一场怪奇，难得有放怪奇，也就是下一层而已啦。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他丢一个泥回，然后记一六秒 CD 敲敲敲敲敲记一，哎呀，好恐怖哦你这个！啊，记得一定要先追杀那一只 CD 被降掉降光光的、啊。不要让他到时候你再降另外一只，降一降另外一只也跑回来了。啊，还好我电度够高，一炮就打死。好，恭喜我们各位完成阿加流生日快乐，获得十场胜利了。我们可以拿到阿加流，这是泳装吧，对不对？学校泳装，2500银币。阿加流是然后我们来到阿加流四之后就可以来阿加流四了齁，直接换哦，怎么两个脸怎么三个眼睛一样啊，都是12月是吧，把11月生日了，所以把连着生日，还是都是因为是妹子，大家都笑笑脸。阿加流四哦，阿加流四，好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该 BGU， 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铃铛、留言，谢谢，拜拜。